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09页第一行啊，实际上啊，我们要看608页最后一句话，它才连得上去，连得起来啊。论诸有曰：不可思议列者，总指彼佛国土17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17种庄严，我想同学们都很熟悉啊，讲过很多遍了，参考资料里面有，教程法术里头也有，三藏法术里头也有啊，佛学大字典也有查得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说：此中佛土不可思议有2种力，这个要知道的。一者呢，业力为法藏菩萨除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二者呢，正觉阿弥陀法王，就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啊，卦符里头告诉我们的，乃由弥陀无上最善住持国土之功德威力所摄成。这一段对我们学净土的人来说很重要，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样的殊胜庄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这里给我们透了信息。啊，它有2种力量。啊，第一种是业力，业力不是我们的业力，阿弥陀佛在因地
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是个国王，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发明法藏比丘。他发了大愿。这个大愿是什么？是在讲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乃至于菩萨、罗汉，我们讲这一些再来人，这世间真有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地区都有。为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四弘誓愿我们都知道。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两个字，如果从佛来说，阿弥陀佛来说，这个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在其中，往下一直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里面也有根属众生，我们不能不知道他为什么堕地狱。一时糊涂啊，被名闻利养迷惑了啊，争权夺利，造下罪业，原本来护持正法的，最后是障碍正法，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护法不容易啊，佛法在世间真正起作用，要有大护法护持才起得了作用啊！所以我常说，佛法在世间最主要的是护法，弘法是其次，护法是做老板的，像一个学校一样，护法是校长啊，三个主要的工作人员啊，一个是管教务的，一个管训导的，一个管总务的啊，加上校长，四大护法。弘法的是什么人？教员。他要不请你来教书，你没有讲台啊。你起不了作用啊。所以护法需要聘请最好的老师，弘法的这些教员讲经教学的，他需要的是真正护法的人，这个一配合，佛法才能住在世间，生起很大的作用啊。至于至善，缺少一面都不行，但有护持的，没有弘扬的，把学校办好了，
学生招人，没老师教，这不能成就。单单有老师在家里头教一个教两个没问题啊，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做不到，没有学校，没有课堂，啊，我们这一生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佛法就发现了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教我读释迦方志，读释迦谱，告诉我学佛对于佛祖要认识啊，你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走了弯路自己不知道啊，也可能你走上了邪路，走上岔路，那就完全错了啊。我跟老师年轻的时候欢喜大臣对于中国佛教大乘八个宗派都欢喜啊，但是我们的能力八个宗派的典籍都学是不可能的啊，只能在当中学个两三种，那就很多了啊。我可以算是学得多的，是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圆觉，学法相为识，学般若，学六祖坛经，学永嘉大师禅宗集，正道库，我真的学了不少啊。密宗虽然没有学正式学习，戒定缘很深啊，老师是密宗的上师，他告诉我密是建立在显的基础上，没有深厚显教的基础不能学密啊，所以他叫我在显教上下功夫，有个十年二十年可以学明啊。大师圆寂之后再找不到何老师了啊，所以迷没有学啊。最后我讲华严法华楞严认识了净土，万年归心净土，其他的统统放下了啊。为什么？人有生死，佛出现在世间，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苦有究竟苦，根本苦，那是什么？
六道轮回，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离究竟苦，永远再没有苦了。啊，得乐，乐有究竟乐，登峰造极的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所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啊！我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我才相信。啊，回过头来，把以前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专讲无量寿经。啊，我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啊，老师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刚刚学佛，不认识他。啊，我记得我31岁认识李老师，跟他学经教。啊，这是一个在家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在台湾也是稀有的大德。啊，我有缘分亲见他，跟他10年，经教完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根基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年岁太大了，26岁才接触啊！我要是早10年接触，那就不一样。那个根底就打得牢啊！啊，但是中年半路出家，沾一点皮毛而已。啊，这一点皮毛，有善知识引导，我们没有走错路，没有拐弯。没有迷失方向，才有这一点小成就啊！啊，这是没有缘分的。古人说得好，没有缘分，在独善其身。有缘分，兼善天下。啊，那么今天呢，得利于高科技。啊，没有缘分，用这个方法，可以弘法利生。啊，不需要讲堂，有个摄影棚，有这么一套设备。啊，有一些同学们热心支持，用这个方法讲经，在一起学习，全世界都能收看到。啊，只要你不必同时，随时打开频道，你都能看到。24小时不中断。啊，这才过去一个甲子之前，一甲子是60年，60年之前不敢想象。
我们用这个方法，用网络有20年了，用卫星电视13年，13年时间不长，影响非常广大。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开辟另一条道路。啊，那么今天的佛法摔到基础啊。为什么摔了？老师告诉我，找不到学生了。啊，老师要的学生必须具备3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3个条件现在找不到了。没有了。有老实人不肯发心。有发心的人未必老实。啊，甚至于还有不少人把这个一桩事情大乘佛法当作事法谋生的一个行业来看，不少人这个走邪了，不知偏的，写得太离谱了。啊，我们不必去提他。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回过头来，要反省自己，自己有没有落在这个圈子里头，这个重要。啊，如果要发现，赶快要改过自新了，必须事法里头明文立养边都不能沾，那个很可怕，那些陷坑愈陷愈深，到最后不能自拔，不是弘法利生，是障碍正法，那造的是地狱业因。啊，真正用真心的人没有了，用真心就是老实。别人骗我，我不骗别人。啊，别人回报我，我不回报别人，这是老实。啊，别人侮辱我，我们还恭敬他，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啊，不跟任何事物对立。这叫老实，真老实。还有对立的，错了。对立是边界的，有这种念头，学佛得不到好处。佛法真正的好处是开悟，是正果。小乘出果，要破五种见惑，头一个身见，第二个辩解。啊，他还有身见，有身见就有贪嗔痴慢疑，有身见
就会给人竞争，所以他证不了出国，他永远在门外，到哪里去找一个真正放下身见边界啊，成见的人，成见自以为是，不能接受善知识的教诲，真正善知识也不敢接触他，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他要排斥。啊，这些是自身有障碍呀。这些障碍除掉，才能入佛门。啊，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教你。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不仅是佛，儒释道都如是。啊，一个人他教你，还很热心地教你，我就是被这感动。啊，我这三个老师。方度梅先生教我，我们的课不在讲堂，在家里，学生就是我一个。我跟他学哲学，他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佛门。啊，年轻的时候，知见不正，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没有接触过。啊，距离他远远的。老师上这堂课，我就怀疑。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才留意佛教。啊，老师接着又告诉我，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啊，你到寺庙去，那些出家人不研究经教，他对经教不懂。你去问他，他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去读经典。啊，老师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他不告诉我，我到寺庙去找出家人跟他谈佛经哲学。啊，如果他否定，他说佛教是宗教不是哲学，那我就被迷惑了。到底谁对谁错？是
老师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到寺庙对出家人恭敬不问他啊，我们去借经书来看啊，那个时代经书除寺庙之外别的地方找不到啊，重要的经论借来抄手抄，书店不印这个书，买不到这个书，只有手抄啊，我还抄了不少部这些年来印刷书大大的进步啊！你今天像商务印书馆，我只买一套四库全书，他都给你印，那一套他肯定啊，在过去没有三百套他不敢印的，为什么？三百套收回成本，三百套以外的时候他就赚了啊！你想你看现在单独给你印一部，不但收成本还赚你钱，印刷书发达，读书方便呢、啊。现在人比我们有福报啊，我们的是要手抄啊，他现在家里可以放大藏经，甚至可以放四库全书啊，那个时候有这么大的福报皇上才有啊，啊宰相都不可能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认识佛教之后就认真学习啊，学习果然没错，古人教学理念有两句话，方法有两句话要遵守啊，教育的理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同时不能学两门，学两门你分心了你很难得受用，决定是有一样，一样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样，不可以同时学两样，非常重要。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读书啊，一遍一遍读啊，啊这一课我们佛经叫品啊，就像儒家讲的一篇一章，现在叫一课啊，我读这一篇一天读几遍，读十遍啊，那么像这无量寿经不算长，从头到尾念一遍，初念大概两个小时，念上半年念熟了一个小时啊，念得很熟倒背如流大概半个小时三十分钟就念完了啊，怎么办？一天要念满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初学的是五个小时，五遍五步啊，啊，半年之后呢，十步，一个小时可以念一步，两年之后的时候，
可以念二十部，就是十个小时，从头到尾念二十遍，整整一年下来，一天十个小时，念一千部，两千部，这样学才行啊！字没念错，没念漏掉。啊，念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先是读啊，读是修定呢、啊。那为什么叫你念十个小时书？十个小时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不修定吗？原来是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妙极了。定久了就开悟啊，定起作用就是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大概是前面十年小悟，小悟也很了不起啊。这一部经里讲的头头是道啊，你讲出来是自信流出来的般若智慧啊！如果你两千步悟入的深度广度就更明显啊，能够念到五千遍一万遍，就很有可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用参究，教下是用读诵，教下叫大开圆解，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就是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看他的碟片看了70多遍，我能看得出来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应该是20年。这一句佛号念20年，20年日夜没间断，除了睡眠之外啊，这句佛号从来没有丢掉过，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妨碍工作啊。他的工作是种田，标准的农夫，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开悟之后他没有一样不知道，跟慧能大师一样啊。慧能大师是顿悟，他是见悟，无论是顿见悟入的境界完全相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难在现在的年轻人心浮气躁啊，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定不下来，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我碰到老师，老师慈悲还肯教我，那是因为什么呢？我有一点沉浸性，有一点恭敬性。我常跟同学说，说得很清楚。啊，我对于老师，对于学习的这些课程，真诚恭敬，
只能到30分。在他们的标准，我不及格了。但是今天在大学里去找，学生里头大概也沉浸恭敬的，我相信只有3分5分，那我这个30分就很可靠，很难得了。啊，我要是用他们的标准呢，我不及格，他不会要我的。生在这个时代，啊，我还有30分被录取了。啊，也就说明现在学校年轻人当中找到30分找不到了，那怎么办？深交会断绝啊，这是我们很担忧的一种事情啊。要靠谁呢？真的要靠佛菩萨再来。佛菩萨再来，生长不容易。为什么？社会的障碍、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心一动就完了。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接班人？啊，所以我们希望办一个汉学院，希望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往上升，招生只招幼稚园的学生，小学以上不招插班生，没有招生，都是他们升级升上去。封闭式的，室外桃园，跟外面完全断绝。啊，这样子封闭，学个10年20年，他们就是古时候的圣贤君子出现了。能不能起作用？起创始的作用。什么叫创始？让这些人到汉学院去教书，是他们终身职业，一生就是教学。这样可以对全世界像一般大学一样的招生啊，老师要一条龙学校毕业的才能做老师。他讲的是真学问啊，是确确实实古圣先贤、圣贤君子的沉船，在佛法佛菩萨的沉船。外面不能接触，接触就学坏了，全毁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厉害呀，他在西方建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广大没有边际，但是是封闭式的，他不来接引你，你不晓得在哪里啊。在进入他这个道场，进入他这个学校，保证一生证得圆满佛果。
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所以他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效法，我们也要跟他同样的大愿，修同样的大行。我们跟他融成一体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都在这部经上。那么这部经，诸位同学要记住，古大德把它判定中本华严，我能够相信净土是楞严华严奠定的基础啊！我要没有这个基础，我不会相信净土法。啊，过去我讲华严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回过头来看无量寿经，跟华严对比，古人说的话没错，我相信，我承认中本华严跟华严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相同，只是华严说的很详细，这个说的简单，没有两样。阿弥陀经讲的更简单，小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所以我要对一些朋友讲啊，他们想学经教的啊，你们想将来能把无量寿经讲活了，讲得天花乱坠，先学华严。啊，华严学会了的时候，学这个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是华严的360啊。啊，完全没有障碍啊。所以要学法藏比丘，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48愿啊，48愿落实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做成的？48愿造成的。啊，除是善根，是除是是一不是二，啊，大愿业力成就的。那第二呢，是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摄受的，这是阿弥陀佛果上的善根。前面第一个是因上的善根，48愿啊，后面就是讲的极乐世界。
十七种庄严。啊，世尊、老师、老师是阿弥陀佛，八种庄严。往生的同学，无论是什么身份，啊，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从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到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阿弥陀佛善住持力所摄受的，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还得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到了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虽然没成佛，保证你一生成佛，寿命无量啊！这地方能不去吗？非去不可。那这个世界不能住，在这个世界学习弘法利生，要记住张家大师第一天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什么？对于这个世界认识清楚啊，这个世界是假象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你要把它当作真实，你就造业了。啊，造业就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这是什么？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真把它看破了，你就能出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我善恶业都不造啊，修善不要放在心上，做恶也不要放在心上，心里头善恶条件都没有，学薄弱，三轮体空，两边不住，中道不存，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修行教学是有起心的，起心怎么样？无助啊，无助就是不放在心上啊。啊，不放在心上，能起心动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功夫，这是本事，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总得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啊，慢慢站得出去了。在哪里立足？在无助立足。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别放在心上啊！一定要记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无论放什么都造业，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不放在心上，何况世间法。你的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现前，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
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是佛。你看，你就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了。啊，这些人都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我们世间人，身心生善心，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善业。来生在六道轮回三善道。那如果还有坑人、骗人啊，还有这种念头、这种手段，那你造的三恶道，来生地狱、魔鬼、畜生，到那里去了。三恶道不能去，为什么？去的很容易，出来很难。堕落这三恶道时间很长很长啊，地狱是论劫算的，去不得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依旧不能脱离轮回，就太冤枉。啊，今天的佛教有人问我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没有了，我们上一辈的全部都不在了，还有一些啊，地仙老和尚比地仙老和尚晚一辈，有啊，有宝镜法师，有谭旭法师啊，谭旭在香港住过，住了不少年，当时在香港办一个华南修佛院啊，这个里面的学生我认识十几个。老和尚往生之后学院就没有了，没有再办了。这些同学们大概有一半到美国加拿大，我在那边遇到他们。可惜啊，在外国不能讲经啊，没人听啊。他们要能够在香港要能不断地讲起，香港听众也不多，我第一次到香港讲起，常怀法师告诉我香港人不听经啊，法师到这边讲起第一天很多人来，来给你道贺的啊。第二天呢，是你结束的最后一天，他来，他来头来尾当中不来的啊，所以叫我心理上有准备啊。很多出名的老法师到这边讲解都是这样子，他说你不出名，年轻，我来的时候那时候，哎。也不算年纪，49岁，我记得我是49岁啊。他说你到这边来讲经恐怕不会有人来听啊。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把桌椅板凳摆好，我对桌椅板凳讲深恭说法，万事点头。我说那这样就好，这样就没问题啊。我说我很欢喜啊，没想到我的法缘不错，从开讲那一天到讲圆满4个月，
每一天座位都满满的，还有很多人站着旁边听。啊，长华大师法师发愿真殊胜，啊，发愿真好，啊，所以不要怕。我们练习讲嘛，来了我们很感谢。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批评，帮我修正。我们不敢说讲解，我们是学习，我们来做报告。坐在下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们用这个心态就好啊。啊，所以很不容易啊。啊，那么我有一段时期在美国加拿大到处讲经，啊，听众呢确实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二三十个。如果哪一天来了有八九十人，有一百多人，那就稀有难逢，那就太殊胜了。啊，也没法子，不知道行情，沈家珍把他请到美国去，他欢欢喜喜去了，住了两个月，他这怎么行啊？在台湾讲经有两三三四百人听经，到这个地方来是有三四十个，人家就发誓你的发愿殊胜啊，这么多人来听啊，他一听这话心都凉了，所以他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去了。啊，在新加坡不错。啊，新加坡听众有五六百人。我去参观过。啊，那是个讲经的法师。好在他著作很多。写了不少书。啊，大我十岁。我们老朋友。在新加坡常常在一起，啊，所以讲到这个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非常感叹，极乐世界好，听经的人无量无边无数啊，那同时可以能分身到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度化有缘众生，应当去，没有怀疑啊。有十七种功德成就中，第一，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啊，论著说，此清净是总相，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相。无穷是讲生死。啊，如处合，处合，屈身虫循环，如缠茧自缚，爱在众生。第一次三界颠倒不净啊，论著到这个地方都是讲我们六道轮回，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轮回里头的假象太苦了，在这个里头的众生全受骗了，被六道轮回骗了，以为他是真的，大错特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发大慈大悲，
发这个愿呢，于智众生于不虚为处，把这些众生都带走，带到一个不虚伪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不轮回的地方啊，不无穷的地方。这无穷讲生死无穷啊，就是不生不死的地方，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这是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看到这个状况，也就是看到六道轮回的人太可怜，太假了，迷在里头，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发起庄严清净功德成就，这是依报庄严十七种功德的总相。精进曰：永无众苦。到极乐世界没苦了，真正离苦了，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再不行，没有苦受了，再没有灾难。现在社会动乱，地球灾变无穷啊，不可能，极乐世界没有啊。卧趣就是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极乐世界没有啊。魔恼啊，魔恼是烦恼，这个世界魔恼无有穷尽的到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了。所以一正因此功德成就也。就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就是这一句的成就。到这个地方是念老为我们做这一篇的介绍啊。依报的做一个介绍，我们现在看别相。第一段反省永无众苦啊，这里分三段，我们看经文。永无众苦，诸难卧趣魔恼之名，这个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把我们现在生活环境统统讲尽讲圆满了。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众苦太苦了啊，灾难太多了啊，我去三恶道，过去人满，天堂人少啊，还有魔恼啊，什么什么儒家左传上有一句话，左丘明说的，人气场
在妖性，人把五伦五常放弃了，人就变成妖魔鬼怪，他怎么会没烦恼？啊，常是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真正是不仁不义，无智无礼无信，不是人呐、啊，妖魔鬼怪啊。那么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啊，到哪里去找一个讲仁讲义的人？没有了，确实是无知，没有智慧，没有礼貌，没有信用，都是骗人。啊，足球民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这一句意思完全相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众苦者，苦以鼻脑为意，苦是众多。注经论中为三苦八苦，佛把它分成分类啊，三种苦八种苦啊。三苦呢是苦苦、坏苦、行苦啊，后面有行苦的。第一个讲苦，下面这个苦是名词，上面这个苦是动词，此生已是苦苦，更加重苦，比恼甚甚，苦上加苦啊，这叫苦苦啊！啊，身确实是苦啊。每天为了照顾这个身，照顾的不如法，让这个身呢受尽了苦头。这苦苦啊，啊，重苦下面就说了，这三苦是三大类，欲界全有。第二种呢，坏苦，此土没有真落，虽有少分之落，落不久住。当落坏时，不甚忧恼，故名坏苦。啊，这个身体少壮快乐啊，老了之后就苦来了，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体力衰了，动作不灵呢、坏苦就现前了。啊，享乐，乐会变成苦，
随乐叫坏苦。啊，饮食遇到合口味的好吃，啊，吃一碗很快乐，吃两碗很乐，叫你吃上十碗你就不乐了，你就叫苦了。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人家拿鞭子打你，打一遍痛，打两遍还痛，打一百遍，你只需要痛，它不会变成乐。啊，苦会变成乐，会变成苦，苦不会变成乐。这就告诉你，乐是假的，苦是真的。真的它不变。啊，假的它会变。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叫乐极生悲。苦尽甘来，那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不是真话。怕的是这个时间受尽了苦报，来生更苦，来生的三恶道会更苦。所以要坏苦，辛苦非苦非乐。为什么叫行呢？念念牵留，故名为行。行是不住的意思，就是不停。我们人变衰老了，十年比十年老了，很容易看出来。一年比一年老，有没有看出来？一天比一天老，有没有发现？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一分比一分秒老，一秒比一秒老，它不住啊，它不停啊。啊，那佛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跟我们讲，我们念念不住，前念灭，后念生，念头灭了，后头又生，这种生灭，一秒钟多少次？我们现在看的电视屏幕，一秒钟一百次，念念不住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阿赖耶识善变，阿赖耶识妄心。是个生灭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他不停啊，这叫辛苦啊！啊，上面三苦。极乐世界永远没有，如苏超云：“彼国利欲清净，则无苦苦；一正常然，一报正报，不生不灭。”所以他没有坏苦，超过三界，他没有辛苦。经论上还有个说法，八苦。
八苦啊，是人间的苦。三苦是讲六道轮回的苦，啊，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轮回的苦。八苦是讲人间苦。啊，我们看八苦这条，就是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你没有办法不经历这四个阶段。除这个之外，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身，这八种苦。那这里有些介绍，身居太岳是甚苦啊！啊，你来投胎的时候，在母亲胎胞里头要住十个月，这十个月就像在地狱一样，所以把它比作地狱，你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母亲喝一杯凉水，你就感觉到在寒冰地狱。啊，他要吃一些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八热地狱一样。啊，可怜了，你不会说话了。啊，只有忍受啊。老、老咽、隆中、劳苦。人老了，人都讨厌你，没有人喜欢你，都希望跟你距离保持远远的。你说你的精神上多痛苦啊！劳苦多了，举出这个例子。啊，第三个病受苦痛是病苦，生病我们有这个经验，曾经生过病，知道病苦啊，啊，看到得生病的人，你看他所受的痛苦啊，这是病苦。啊，下面是死悲分离，自身四大，四大就是我们这些器官、地水火风啊，啊，这是物质现象。四大分散了，啊，再有精神上的痛苦，你跟你的眷属永远分离了，啊，再也见不到了，啊，与今世眷属悉皆分散。四苦，那么下面爱别离，在与何偏离？所亲爱的人拐为离散，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种类很多啊，喜欢居住的环境，偏偏要离开。我初学佛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是一个企业家，拥有很大的财富，在阳明山建了个别墅，非常华丽。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听这里面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主人，这个富翁啊，一天都没住过，只是来看看就走了，一晚都没住过，一直到临死，心爱的别墅没住过一个晚上，爱别离啊。谁享福啊？雇的那些工人享福。有五六个工人照顾，他们在那享福。就是主权不是他的，他有使用权。真的在那边享福，环境非常清幽，风景好，叫风水好啊。爱别离的事情多。第六个呢，怨憎会，冤家对头，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天天碰面。在学校念书最讨厌的人，最不喜欢的人，偏偏排到座位排坐在一起，常有啊。冤家对头，不喜欢天天碰面。第七，求不得苦，求在于得，偏偏失掉了。世间一切事物，心所爱要者，求之而不能得。这是求不得苦啊。最后一个，无因之身。云中超属无因者，色受想行识也。八苦前面五种是果，你容易知道，后面这一条啊，无因之身是因，有这个因才会感前面的苦，这个因一般人不知道。无因之身，因是覆盖的意思，为能盖覆真性，不令显法。圣就圣大之意，前生前面生老病死等七种苦，众苦集聚，故曰无因之身。此土八苦交煎，彼土永离诸苦。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色是物质，我们身体物质这个部分是属于色法。受想行识是心感受，就是精神。受想行识特别是识，受是感受，苦乐忧喜的感受。想是妄想杂念，行是这些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它是生灭法。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永远不断。识就是阿赖耶识，含藏
一切善恶无记的种子。我们讲记忆啊，这就像是资料库、仓库、资料室，起心动念全都记在这里头。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好像档案室一样啊，有缘就能吊起来啊。我们有个老朋友，几年没见面了，一见面你还认识他，是那什么阿赖耶识的，上一次那个影像调出来看到，这一对照没错，是的，他起这个作用。这是因啊，有因有果啊。前面切种是果报啊，这一条是讲因。彼土极乐世界永离诸苦啊，苏超莲池大师做的阿弥陀经苏超，这里面说彼国莲花化身则无生苦，他不是在太保，莲花化身啊，他没生苦。寒暑不侵，不侵是没有变化，他没有劳苦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生离分断，没有分断生死，没有病苦，寿命无量，则无死苦，无父母妻子，没有爱别离苦，诸上善人同会一处，没有冤憎会苦，所欲自知，则无求不得苦，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观照空气，没有无因之生苦，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每一个人都做到像《般若经》上所说的，身心无住，无住身心，得大自在啊。无因执甚是因，用观照空寂，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照空寂，五蕴就没有了。五蕴是障碍我们的自信，我们不能明心见性，就是有它啊，它去掉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观照是看破，无因不见的是放下。下面再为我们说明诸难啊，佛经上讲的八难。问：诸难之八难，为见佛闻法有障难，又名八无暇啊，八无暇，为无有闲暇
一修道也。他来做障碍啊，这八种啊，啊，哪八呢？元中朝里都说，第一个地狱呢，地狱之中，长夜绵绵，受苦无间，障于见佛闻法，是苦命难。这个难不是说别的，你修学佛法的机会没有了，这叫难。第二个，畜生呢？啊，地狱是叫无间地狱，它的苦是不中断的。啊，我们听说爱因斯坦附体透了个信息，他在地狱。为什么？他发明原子弹啊，他在什么地狱？核爆地狱，就是原子弹在头顶上落下来了，那当然粉身碎骨啊，连细菌都不能存在，在那种高温之下啊，死了之后呢，他又活了，风一吹它又活了，原子弹又爆炸了，永远不断在爆炸，它不断在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苦不堪言的。啊，劝导世人千万不能用核武做战争的武器啊，如果核武战争，发起的战争的人，执行战争的人，死去之后都跟他在同一个地，透出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特地准许他到世间来附体，把这桩事情告诉世人，也是替他赎罪啊。所以地狱太苦，没有见佛闻法的机会。第二，畜生，畜生道中受苦无穷，障于见佛闻法，是故命难。真的，你看畜生当中有没有修行人多畜生道？很多。啊，畜生修行他还有习气，说明过去生中修得还不错啊，如果他不是真正修行，哪来的习气？那习气是什么？看到别人修行他喜欢啊，特别是狗猫这一类很明显，
经中，过去有人写了一本书《卧又如此》，里面专门收集出生到念佛往生的，真有。那一生念佛功夫不错，临终一念错了，跑到出生道去了。在出生道后悔啊，所以看到别人念佛，他跟着念。地贤老和尚主持一个小庙的时候，年轻时候，小庙有一只公鸡，大家做早晚课，那公鸡跟着在这绕佛，最后那个公鸡往生了。往生那一天，大家都散了，他还是能绕。相等师就说：“不走了，你也该走了。”这公鸡站在佛像面前，叫了三声，就走了。这寺庙真的不是假的，大家都看到的。所以这公鸡老和尚，就地贤老和尚，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葬在山后的。真往生了。不是假的。第三呢，轨道，我们讲恶轨道，恶轨道中受苦无量，也是障于见佛闻法，故名为难。就什么是难？没有遇到佛法是难。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人很多，八难之中啊，不知道这是难的。所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第四种呢，长寿天难。为此天以五百劫为寿，寿命长啊，不是多少年呢，五百劫。这是哪里呢？色界四禅，无想天。特别是四禅天当中的无想天，言无想者，以其心识不信，如冰雨这种，我们知道鱼在冰箱里面冰冻了，冬天很多小动物冬眠，冬眠也是没有知觉了，跟冰鱼意思差不多。这是外道修行，多生其处啊。修无想殿呢，修无想定呢，障于见佛闻法。所说的难，都讲到见佛闻法。由此可知，见佛闻法多么重要，太重要了。
越断越难。梵语越断语，华严深处翻意思，不是音翻的，翻意思深处啊，也就是娑婆四大洲，这是八俱乐洲。这个地方啊，底下说了，圣东西南三洲，其人寿一千岁，命中无夭，没有夭折的，为着落故不受教化，是以圣人不出其中，不得见佛闻法，故名为难。这修福报啊，修的是人天福报，比天不如，他在人间。人间最殊胜的是白昼，我们这个地方是南，南瞻部洲，地球是南瞻部洲。这个不是于丹，不是泸州啊，这一洲里头没有佛法，阿罗汉菩萨不会生到那边，那边没有佛，人不相信。啊，所以跟佛法没有感应，以见佛闻法为难，人怎么造难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个 地球上我们毁谤正法，我们说佛法是迷信，啊，劝人不要相信佛法，那个人真听了，真正放弃了，这是什么业？把人修佛的因断掉了，特别是修净土，因为净土他要真正相信，他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这么一说，他拐弯了，他不相信了，或者不相信会基本啊，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次的缘分你把它中断，你把它障碍了，这个果报要负责任啊，这个罪业是多的，很可怕啊。那么由此可知，你要是劝一个人修复，这个人真听你的话，幸愿持名往生净土了，大慈菩萨说，你能一生劝两个人真正往生，就比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大。你要是念着五个十个往生的，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你要是能够影真正影响力，上千人念佛，上万人念佛往生，你就是佛菩萨再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能不懂啊。啊，下面第六个是，你看盲、瞎子、聋、喑哑、哑巴，为此等人
虽生中苦，业障深重，毛浓阴哑，诸根不具，知佛出世而不能见，瞎子不能见，见不到佛，聋子听不到佛说法的眼神，啊，哑巴有疑问不能问，问不出来，这都是有障碍啊，这叫难啊。啊，第七种呢，是指变聪难，啊，这种人，他世间聪明，邪知聪利，不相信佛法。啊，他有善巧，他也很会辩论，啊，完全做的是障碍正法。他认为他破除迷信，啊，认为他很聪明，是知变聪难了，将来一口气不来，堕三恶道。堕到地狱，后悔来不及了。这种人在世界很多，不是少数。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干过，自以为聪明，啊，破除迷信。这以后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才忏悔。那么第八种，生在佛前佛后，佛出现于世为大导师，令诸众生立生死苦，得涅槃路，人有缘者才能遇得到啊。其生在佛前佛后呢，有业障业重缘薄，既不见佛也不闻法，所以佛前佛后难了。又此八处，虽感报苦乐有益，而皆不得见佛，不闻正法，故总称为难。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意到的，是不见佛不闻法，不见佛连佛像都见不到，不闻法连佛菩萨名号都听不到，这是这一生当中与佛没有缘。如果要是还反驳还批评，啊，导致许许多多人误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欺骗人的，啊，让许许多多已经学佛的人退心了，没有学佛的人不敢学佛，这个罪业都在无间地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谤佛谤法谤比丘僧，都是极重的罪业，无间地狱啊，他们所感召的是无间地狱，非常可怕。我们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
们就学习到此地。